这边这个小哥带了两只，他一笼子，这是啥？我的天哪！这是啥？我的天哪，耳朵还立得挺高的。这是什么果？阿拉斯加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他妈妈吗？哦，我天哪，这怎么长这个样子呢？这是和哈士奇串了吧？不纯种吧？没串，这就是纯种阿拉斯加。我天，这个是金毛还不错，这个我认的。那个带脖子还开火，我的天哪，这能是阿拉斯加？这像这种狗什么价？500，那价格还不贵呢，我的天哪，这差点飞到天上去了，你看啊，长得还挺喜人的呢，你看啊，黑白相间，你看开脸和哈士奇感觉还有点像的，就不是蓝眼睛，还有点像边牧，你看是不是开脸大围脖，这都太有喜感了。这个小狗能便宜点不？50行不行？50。50。啊。你快打，因为我是谁？那你这小串的，那不是纯种的，谁家纯种长这个样？那你这小金毛还不错，金毛不错，什么价？400。400？你这金毛要的还算是靠谱一点，你可以看一看，这只小金毛还不错。这是金毛，我们可以考虑给它带回去。现在有点进入尴尬期了，个头还挺肥的。疫苗全部打完了，能不打呀？三针疫苗做完，那这个金毛我不少给你，给你150行不行？200？多少行？你给实在价嘛，你400也不太贵了嘛。300吧，这样吧，让个零头，80，行不行？啊？老板已经被我整无语了，现在。你这是小串串，这哪是阿拉斯加？你看，没错，你净忽悠人，不能忽悠人。哎，就是我说他就是小串串，50块行不行？啊，400。行，你看有别人来看了，这个行吗？这条狗还不错，2个月，疫苗齐全。这个金毛还不错，但是这另外两只啊，它是地地道道的小串串。到底是和边牧串的，还是和哈士奇串的，还有待验证。你看，这绝对不是阿拉斯加。喜欢看这个小视频的，大家可以收藏加关注啊，不然的话，你们以后就见不到这么可爱的小狗狗了。